因应网友早前反应热烈，我哋再加开多一场深水埗电子特卖城，为大家再去搜罗更多平靓正精选嘅好物介绍俾大家。因为呢度咧经常唔同时期都会有新嘅产品推出，相信可以再俾到你新惊喜。可能派人多嘅你未必可以一一咁睇清楚现场有啲咩产品，希望我哋可以抽丝剥茧为你拣出深水正货啦，再为你哋选出今期十大必买推介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频道，带你哋搜罗身边有啲咩抵玩、抵食、抵买嘅嘢，可以订阅我哋，揿埋隔篱嘅钟仔抢先看啦，跟贴住我哋最新嘅情报。仲有记得留言、赞好同埋分享啊！多谢。事不宜迟啦，一齐跟我嚟，即刻开始我哋嘅倒数。第十位鱼家煎19蚊。首先当然又要同淘宝比较一下啦。我谂你真系扫到底，都未必揾到一间仲平过19蚊。而家社会嘅人对于身心健康咧都越嚟越注重，买张瑜伽毡翻屋企，除咗可以学习一下冥想，又可以做下瑜伽锻炼身体柔软度，拉下筋对身体都好啊。第九位，帆布购物袋9蚊一个。呢啲粗用嘅帆布袋，布质坚硬又襟用。真是平买贵用啊，最适合拎去买餸。这里有这么多款式给你选，真是污糟了都可以再换个新的。第八位，消毒棉9蚊100张。这些消毒棉都很方便，细细张，很适合放在手袋或者裤袋。现在周街都这么多细菌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拎出来消毒，不用带着一大包消毒湿纸巾出街。最重要是真的很便宜啊，9蚊100张，找啊找啊，莎莎、卓越、药房都未必找到这么便宜。第七位，定线器，食物封口条都是9蚊。现在都市人越来越多电子产品、电话、平板，咁相对地咧，都会多咗好多电线喺屋企咧，或者公司都会放到粒粒乱。咁喺呢个时候，你就需要佢啦。9蚊一大包，又有唔同嘅大细，体贴你唔同嘅需求。仲有呢个食物封条，都系9蚊有6条。食唔晒嘅食物包装又唔知点处理，喺呢个时候你就需要佢啦。方便简单快捷，又唔占地方，好适合帮你打理整齐家居。第六位，磁吸电线收纳扣9蚊有4个。这个磁吸扣都是很便宜，最方便就是它用磁石的原理，帮你收纳现在无论是出街或者家居都有很多不同长长短短的电线、耳机线等等，不用好像以前那样要用魔术贴，成日撕开它都很吵又不美观。贪靓有新潮的你应该要入货这个了。第五位，旧车保249蚊，乜都有齐啦，唔使东买一个西买一个。如果你喺淘宝分开买齐咁多嘢，咁多项目可能都要几百蚊人仔。而家咧净系需要249蚊，买定一套放喺车，就唔惊有啲咩事上嚟打电话求救，又唔知要等几耐啦。另外，应上次网友嘅要求。看看这里有没得买洗车神器的喷枪，真是不好意思了，是没有的。不过不用灰心，可能他们看了这段影片之后很快会入货呢。第四位，某某牌子的断码波鞋99蚊。哇哇哇哇，什么事？原来是波鞋大清货，实在是太多人的关系，原谅我未能够跻身到入去。因为呢太多人疯狂地不理什么颜色、什么码数，总之一定要抢到一两对在手，送给亲朋戚友又好，自己着又好。不过各位去到现场的时候，应该会被人抢购一空的了。第三位，蓝牙耳机45蚊。你冇听错，真系45蚊一对蓝牙耳机，唔系一只，仲要个款都几靓。觉得成日听歌或者讲电话，又要掹住条线，好唔方便，又唔舍得用1000几蚊买一个生果牌嘅蓝牙耳机，都可以考虑下呢一个。
我哋再扫下淘宝，几乎见唔到有平过50蚊。突然感觉呢一度好似一家良心企业，究竟佢哋嘅定价点解可以仲平过淘宝？第二位无线电话充电器19蚊，哇！呢一度真系每天给你新惊喜啊！你冇睇错啊，真系19蚊啊！突然觉得自己好似变咗街边摆卖嘅小贩，但我又真心觉得唔系啊，又系咁平。啱啱先讲到，而家大部分人都要用好多电线充电，而家你就可以买呢一个无线充电器，19蚊。熟悉行价嘅朋友都知道，呢啲充电器一般都要100几蚊至几百蚊不等。而家有一个平绝淘宝之选，俾你心动嘅选择。第一位22cm 嘅雪屏锅99蚊，近期大热嘅雪屏锅打入咗我哋排行榜嘅第一位。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乜嘢系雪屏锅先。雪屏锅有三大特色，边缘有锅嘴嘅设计，导热速度快，锅底唔系直角，又可以充分咁样均匀食材。不锈钢嘅雪屏锅虽然导热嘅效果不如铝同埋铜。但是不锈钢雪屏锅耐蚀性佳，易于清洗保养，又不怕酸味的食材，适合油炸，可以说是最好的万能锅具。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出售的价位，大约200几蚊，亦都有见过800至900蚊不等。当然日本制造是会比较贵啲。如果想悭悭地买翻个 Made in China 嘅玩下，呢一个99蚊又真系仲平过淘宝。计翻兑换率同埋运费都要100几蚊，呢度100蚊有找。而家唔方便出街食饭，即刻买翻个翻屋企玩下煮饭仔啦。今日好开心可以发掘到咁多新鲜嘅好嘢介绍俾大家，唔知道你哋又啱唔啱使咧？不过都希望你们看得开心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带你们搜罗身边有什么抵玩、抵食、抵买的东西，可以订阅我们，按旁边的钟仔抢先看，跟贴着我们最新的情报。还有记得留言、赞好和分享，多谢。